拜拜拜拜。一个我给导演准备的我的独家定制的杀青礼物是一个我的奖杯，我要把这支笔贴在这个奖杯上，贴到哪好看呢？在这儿，贴在这儿。你展示一下吧，你给导演的爱称是什么？他的大名。下面是巴拉巴拉巴拉，好长好长好长。但他叫小陈奖。该怎么展示吧？我想了好多种方式，只有502了。这个是这个皮的，然后这是个光面，没有任何摩擦面。我不知道你这个胶的粘的方式是。那算了，那咱俩再买个双面胶吧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要吃饭了。完了。馄饨姐，再吃点小馄饨。三皮，这么好吃吗？清爽。大，照镜子呢啊！哇，姐姐补妆那个手速很快。你的补妆啊，你们有那个大病吧？我有。你那个手啊，就是说你再往下挡挡，我还信了你。我不说话，你唱歌。我不唱，我唱不了。你补妆。赵明，你这不是李文吗？咱们反应的就是说，这就算多了，这才是独一无二，这才是独家定制。放进去吧，放进去，这么盖着。一会儿要见证你把它送给莫导。谁偷你笔了？这支笔是他自己弄丢的，我帮他找到的。恭喜你，大哥，下村了。